有的小子给揍了。你这是在逗我玩吗？大哥，那小子可是拥有十个魂环，还有一个锤子武魂，刚刚就是用那锤子揍的我。小子，你为何伤我们唐门长老？哼，人是我打的，要战便战，别这么多废话。这都是什么鬼情况？居然拥有十个魂环，哼，肯定是某种魂技迷惑了我们。哼，小子，练武魂吧，就算你有十个魂环，我今日也要给你点教训。武魂？对不起，我可没有那东西，就算没有武魂，你也不配当我的对手。第一魂技，炎爆。陈杰长老，你们这群人够了，唐颖兄弟可是我的客人，今日你们再出手，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唐风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，今日这事就算是宗主来了，我也管定了。罢了，既然你们唐门不欢迎我，那么唐风老哥，我就先走一步，后会有期。前辈，我这一世的九个武魂被您吞噬了，那我还有机会再拥有武魂吗？你不必担心，我并没有吞噬你的九个武魂，不过是给你的九个武魂下了九个封印罢了。现在只要你的魂师等级每提升十级，便会自动觉醒一个武魂，你就赶紧提升魂师等级，解锁你的武魂吧。